那一方。对。哎呦，这球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个球应该是进了吧？这个球进球有效吧？肯定是进球有效。对呀、啊，这简直莫名其妙，而且当时那一刹那都不知道郭杰摩在干什么。就这整个上半场大家攒的这个传球别扭，最后别扭成下半场开场来这么一下。那你说这球到底是赖谁？给我感觉、啊、你赖于洋，是赖郭杰摩，应该是都有责任。郭杰摩应该是压根也没想接这一下。这就是你三中卫和四后卫之间来回来去调换之后啊，这后场队员在后边传球的时候啊，传头都没抬就回传了。郭全博压根就没在右侧的门柱这儿，这球肯定是进了，都没抬头，他没看郭全博的位置，就不敢伸手啊，伸手也够不出去。嗯，你说2-0领先，你。